球被带起来，在中右外野方向的落地安打，这个安打球林奕泉准备上二垒，他果然是富邦这条打线哦，对战关大元打得最出色的一位。哇，今天这个直插球其实面对前面的打者使用是挥空率蛮高的，但林奕泉完全掌握住，直击全垒打墙，一个弹跳打出长打，而且现在是没有人出一垒方向的滚地球，这个球稍微有点岔链哦，申浩伟出局，但是林奕泉上到了三垒。有一个推进的效果打在棒头上面呢，我这一球这个滚地球不好接，他一直炫嘛，所以大家知道这一球不好接，把整个身体好像一道墙给堵。这球打得很强，新城的穿越安打了，这个球呢关大元的进垒点就吃了比较多的好球带，比较吃多了，本垒板被叶竹轩打穿了。黑豆这时候掌握住了这个机会啊！哦，刚这一球打得非常快啊，内野完全没有机会防守。当他错失前一个好球的时候呢，他重重的敲了一下他的头盔。这一次呢，他全神贯注的打出了一个出速非常快的穿越安打。对。这是球团队史上的3200分的得分。这球打得不错，在左半边的飞球，再飞，再飞，再飞过去，过大墙，两分炮。这个两分炮也使得富邦在第四局正式超前了。展现他的长打能力啊！哇，自己也非常的开心啊！后段棒式，贡献了打点，对。哇，这一球进到中间偏高的位置，靠着打击的力量把球扛出全打。